怎么讲？当然有信心啦、啊，因为自由党做得太坏了，十年来浪费很多人的血汗钱，好意呢是不够的。他们想要做什么事情呢？如果没有做，就是浪费我们的钱，这不行的。该换改朝换代的时候了。如果真的当选，你希望能在议会做点什么？我觉得最主要呢有两点。促进经济发展，那经济发展呢要地方建设来带动，那地方建设呢最主要还是讲地铁的问题来带动这地方建设。第二个呢就是说健保跟教育方面的，要投资健保跟教育方面。